Ouais. Ah, 오늘 따로 보는 상황까지 가지 마. 아, 대신 지금 이래서 다 보스. 这里我一样会先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是想要先把那个，哎呦，有点想手厨的武器耶，也蛮帅的，这个嘛，最近想要先把时装给 ending 掉了，觉得怎么样？诶，我们已经知道怎么看线玩了吗？诶。假设这边还有一个等级跟什么的远古圣装哦，屠龙圣装，感觉可以做什么？血色蔷薇，我最近先把时装讲一讲好了，啊，这个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血色的一个部分哦，血色的部分，真的是游戏做得很好。血色蔷薇没有问题啊，先玩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是22号嘛，玩起来就最新的日期，那这么一些玩家。他这边就有木可跟最美，哎呀，嗯，非常的好玩。那您就可以这样一直练下去哦。对啊。